Hello，今天是2022年8月21号。OK，再过两天就是823的纪念日了。OK，然后我们进去再参观啊，这个我已经拍过很多次了。OK， 全息哈，823的全息，还是要缅怀先烈了。OK，毕竟没有那时候保家卫国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民主社会了。OK， 六伯，因为他们那时候保家卫国，不会有现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了。然后最近大陆一直打压我们，哦，一直演习，然后军舰是从金门的南海那边过去，挑衅意味很严重了。OK， 民主国家就是还是一样，我们不容人家挑战的。OK， 我们进去缅怀先烈。嗯，这边。你在干嘛？我看一下。啊。5点哦，5点，5点到了，哎，可不可以？到6点，大约下午才开放。哦，到6点哦。好。等一下，我问你。不是人。OK， 好。体温正常，两只耳朵了。好了，我想说来不及了，5点。OK， 1947年8月23。那上次我没有拍到这个。纪念馆的民国77年于大伟 ，OK， 民国47年8月23，这上次我拍过了哈 ，OK， 上次我拍过了，然后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，金防部炮指部 ，OK， 那时候炮战的时候的编制，炮兵部队的做的那个编制，我可以先拍这个给大家 ，OK。哦，那时候是野战炮兵第600群 ，OK。野战炮兵第600群，哦。然后第600群606榴炮营，哦，15榴弹。哎，加农炮他没有，这边有写加农炮，155加哦，加农炮就射程就很远了。OK， 然后这边是好，下面是第9师、第10师、第27师、第41师、第58师都是炮兵指挥部哦，指挥部又下边又有编成什么地营？第几营 ？OK， 然后这边还有，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这边也是有舰炮的哈。第10师下面是有海军2舰炮管制组，然后这边第9师是下边有配属的是有海军的，哦，还有陆军高炮的。OK， 哇塞，下面又有第69师，还有空军的防炮部队。OK。哦，防炮部队以前就是90高炮，要40高炮。哇塞，这边直接资料是47.8元。好了，先去看一下大波嘞。哎，还是要看一下啦哈。那时候台海的情势，现在没有所谓的中线了。最近因为。美国议长来这边访台话，人家现在都在附近那个，所以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。然后这边，大胆二胆，前面还有个蒙古语吧。OK， 再次参观一下。然后炮战前夕的，好，哦，的共产司令任务。OK， 这边有写，唯一就是苏联 ，OK， 苏联，现在你看这边，就是苏联，就是联合这些了，现在这些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变成俄罗斯了，好，我们上次有看的啦，引爆脆骨，OK，脆骨，
哦，这边水上餐厅现在的现况，我也好久没有去了。好不好？像这种炮阵地哦，很容易就是你打出去一分炮，人家就是火网。所以为什么后面要盖掩体啊？要一个炮阵地啊。嗯。这种裸露的炮阵地不行啊，一定要有上哎。哎，一定要有像很多炮堡，就是要做一个炮堡。所以他们在看。对啊。你打出一发，你没有办法迅速移动，人家就是看到火炮哪边就一直打这边的。对啊，也不是啊，是比较你在这种炮阵地不行啊。你打一门齁，你这边人家都会往这边攻齁，然后这边附近都会那个，像这门应该是蛮大门的，好像155或是8寸流的。你这边打这边附近你都会造成伤亡。要这样，所以要做炮堡啊，我们不是看很多炮堡。很多155的炮堡齁。哎呀。OK， 我们参观一下。夏天开放到6点啦，好，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。然后不止陆上的啦，海军哦，运补哦，这边运补。那时候，原来了楼了哈，九二了楼海战 ，OK， 好不好？你了楼一边，其实那时候战况也是很激烈的，你不懂吗？你老爸那个时代啊。这边啊，你老爸那个时代啊，那时候运补啊，他们都会，你看这样子，炮击钉在准你们钉的话，旁边而已。因为他打那个啊，所以船有运补来，他就会打。你看到这边，对啊，有啊，空投哦，不是只有海军在补给啊，你看空投。哦 ，F86 军刀机，这边有历史的，的花边。814空战，民国47年，这边有海上的，你看，这个哈扎影片，老影片了，有没有声音啊，蛮可惜的。这资料花边，你再拍一下，拍就不一样了。好、哦。814空战，这个是我开一只哦，我开一只那只 F86 军刀机，我、哦、这种资料画面呢，你看我上次没有拍到这个了、啊，想说这么模糊。OK， 我们再参观一下空投的，要运补的，不然那时候打仗其实都是要粮食，老百姓要吃什么？对啊，老百姓要吃什么？其实我还想拍一个题材，就是之前有一个那个廖楼的那个空难啊，我想去拍啊，拍那个历史以及历史探索。可是其实我有基本都是找得到，好像是66空难啊，就是老母鸡了哈，C119就是坠毁在那边了。OK， 想去拍那个那时候的探讨的影片，不过。网上找不到很多资料，就只有维基百科上面有写而已。OK， 好了，你看一下这边，然后三换后送，老婆这边呢、啊？这边有炮嘞，老婆看一下，快，这边现在有波炮了。这门很大了，这门应该是这么长，应该是155加农炮，不是两次动靶，有这么长，这门炮。很模糊啊哈，我那时候美国，对，那时候了楼啊，了楼了嘞，一边还了楼啊，这个门这边炮弹你看，这样看比较清楚，我上次还没注意看到这个，这一堆炮弹你们呢，资料画面应该是美国记者拍的、啊。啊，这个是那个药包啦，要不然用铁桶装着才不会受潮。就是油弹炮哦，后面推力啊，就是药粉啊，所以他们油弹炮装上去，然后后面再装个药粉，看你要打多远就装多少量
哦，大部分都是15公里到21吧。哦，其实150加好像是最远只达到21到23，然后155是15公里吧，然后8寸6是17公里。你看，你追不？那时候的阿兵哥，这个画面真的很久了，你看。宁古寺47年10月6日。